3月19号，顾维万民教会献上了创立26周年纪念礼拜。2022年万民大赛活动当中获得大奖的贵为万民教会艺能部所属金宝文执事金德荣弟兄蒙恩的特别献诗后，讲师李美英牧师以美丽的心为题，嘱咐圣徒们要效法马达拉玛利亚的良善的心，圣徒们要成就美丽的心。在二部庆典时间里，贵为万民教会准备了充满的表演，一同祝贺创立纪念礼拜主日。衷心祝贺创立26周年，并祝愿在今后岭南地方大大扩张神的国。教会消息，3月26号，树草万民教会将献上创立19周年纪念礼拜。4月9号，迎来复活节将在富川市内体育馆举行纪念礼拜及圣餐仪式庆祝活动，有上午11点的大礼拜以及圣餐礼，还有下午3点的复活节纪念礼拜及庆宴。详情请看教会网站。女性教会主办的装扮鸡蛋活动4月9号在富川室内体育馆展示作品。在房间的每个角落都能感受到与万民走过的岁月。尤其是各种极光照片，还有在2012年极光照片征集活动中获得大奖的福袋照片。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见一见告白，回顾以往的在万民当中坐享生活的岁月，每瞬间都是恩典祝福的朴英男劝世的见证。每个瞬间都是祝福与恩典。大家好，我是12教区2地区6组朴英男组长。我在89年7月21号登陆的，有30年了。有许多人向我传道，但是我心想，我要信如实传讲圣经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向我传道都没有感动我。我家住城南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圣徒向我传道，后来听他讲，发现准牧师在如实传讲圣经66卷的话语准确，非常准确，所以我就心想，正是这里，父神怎么知道我的心，让我来到这里呢？我觉得非常幸福。后来有了智商店，智商店呢装扮的好像我的家一样，所以我特别就更加爱了盆塘智商店。98年99年教会有困难的时候，我就对丈夫说，为了教会，我们要担当教会一下困难，好不好？
丈夫也同意了，所以呢我也非常幸福。那么别人呢可能是不知道，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喜乐与幸福。能够为教会献出一点力量，就感觉已经很喜乐。然而父神赐他更大的祝福。后来在2001年的时候，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里呢看到准牧师说要把现在的店铺呢搬到别的地方。那么在梦里看到的是在第六车道上，还让我看到了店铺和牌匾。之前呢我们为了换店铺找的时候呢，签了一家新建的商铺的合同，后来他们说来电话呢不能给我们店铺了，所以去那个商家的时候，我在想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办公室呢其实也会有很多苦恼的，所以要返还定金，我会返还给他们定金的。但是我们呢没有要，他们说呢是他们说你要把定金还给我们，正是说现在就看不到这样的人了。然后我们去看了一个地方，真是就像梦里见到的一样，第六车道公路边真的有了临时建筑物，所以就签了那合同。那么一直到现在，我想呢是父神赐我的祝福，所以呢到现在我一直都很自信。其实那时就是祝福开始了。我做与汽车有关的事业能有30多年了，因为一直在准牧师的空间当中，所以当有金融危机的时候，其实我根本都没有感受到。因为别人没有业务的时候，就是说没有生意做的时候，我们常常有生意做，常常在牧者空间当中得到保守。体验到常常赐意满的祝福恩典之后，在20多年的岁月当中，许多疾病也得到了医治。2017年的时候，我得了肩周炎，胳膊完全不能活动，就是不能低头。什么都是不自如。2018年修炼会的时候，我的肩周炎得到了医治。后来在2020年11月11号的时候，我心脏骤然停止。那天正好是周三，我心想过一会儿呢就要做周三礼拜了，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力量呢？我正好要躺下来休息一会儿，但是突然感觉到我不能呼吸了，就是从头一直冒冷汗，就是整个身体都没有力气，连手指都抬不起来，呼吸困难，背部痛症。他急忙打开手机，接受准牧师的电话音箱祷告之后，做了周三礼拜。做周三礼拜的时候得到了很大的领悟。面对教会这样的状况，我非常非常难过。我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劝住，没有留住。我觉得在父神面前我非常亏欠，我非常想为教会为父神成为力量，但是看到我自己我什么都不能做。想成为牧者的力量，想成为万民教会的力量，但是我一个都做不到。我觉得非常哀痛，非常难过。周三礼拜结束之后，教区长来我们家为我做了患者手帕祷告，然后就说这次的病呢不要就这样算了，一定要去医院确认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第二天我去了医院，对医生说明了我的症状，医生就说我说为什么现在要来，应该你的这个病应该要叫119来的，你
你怎么才来？然后呢，护士医生急忙跑来，说是紧急情况，说是大动脉堵塞。说黄金时间呢是正是两个小时，但是心脏骤然停止已经过了20个时间了。过了20个时间呢，有心律不齐或者是脑梗塞，应该有这样的症状。但是呢，过了这么长时间没有任何的症状，还是没有什么任何症状。然后他说，这样的情况呢，在医学界发表。那么父神呢，就是这样的扶持我，在20个小时当中没有任何的症状。那么在父神的当中，虽然度过了危机，但是先天性虚弱的身体又一次表现出来。后来在2022年8月份的时候，我又得了产后风，就特别的酸痛，一直冒冷汗，从头到脚都冒冷汗。后来在修炼会的前一天，好像睡着了，梦里呢就见到了主任牧师。主任牧师呢，好像是对我说，如果你100%的信赖你的牧主，没有什么得不到医治的，什么问题都会得到医治，没有得不到祝福的。我那天就是一下子就起来做了悔改，说父神，是的，我一直以来都很爱父神，如果真是爱，我就应该得到变化，应该要离弃各样的恶事，但是我没能这样做到，父神，我没有顺从，应该要用圣洁的福音改变我自己，但是我没有顺从话语，我这样的流着泪向父神悔改。然后睡着，第二天早晨9点起来，发现身体非常轻松，也不冒冷汗了。那么在2022年外面校区修炼会的时候，植物代谢引导的恩膏聚会，通过恩膏聚会的患者祷告父神，让我变得更加完全，所以呢，我就到台上做见证。朴一南去世62岁，你是哪里得到了医治了呢？我的产后风得到了医治，是腿酸，晚上睡不着觉，24小时冒冷汗。但是这次准备修炼会的时候，我完全得到了医治。因为我是教区长，我非常了解他，他有产后风。他呢常常呢是冒冷汗的，常常是有湿乎乎的感觉。现在你摸摸他看怎么样呢？非常的感觉非常好，一切荣耀归父神。感谢植物代心成为外面的羊群，能够成为得到准牧师宝贵的爱，感谢父神，让他每瞬间能够发现自己，体验应允和祝福的父神，因此因感恩再度过每一天。有一天2022年10月份的时候，我吃了一个甜柿子，后来感觉到肚子非常不舒服，我就想太奇怪了，好像是没有消化吗？然后我就这样踮起脚跟，这样来回走。后来晚上特别的疼，他突然呢好像是全身僵硬，我就抓了一下他的手腕，感觉特别的凉，好像是要马上要死的这种感觉。凌晨5点的时候，丈夫对我说，不行，我们还是先去医院吧。但是我突然这个穿鞋的时候，我就想今天是主日，他心想哪怕是要去医院也要守主日，于是停住了脚步。我做完了晚礼拜之后，到了周一，我的丈夫执事呢看我的情况也是说这盆不是很一般，非常严重。我们去了急诊室，去了检查，说是我有胆石症。本来是应该做胃镜，然后来
要这个小便排出来，要通过小便排出来。我去住院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们教区长，教区长用全能手派为我做了祷告。那早晨教授来看我，一看呢，说是胆石症突然消失了，说你可以出院了。昨晚通过手帕祷告，胆石消失，非常高兴，但是情况又非常紧迫。那大夫突然又说我得了败血症，刚开始还是低烧，后来烧得非常厉害，背部也烧得非常厉害，那感觉整个就是骨头好像是要融化掉的那种疼的感觉。然后那天晚上就出了很多的血，就是一块一块的出了很多的血。然后主治医生突然跑过来，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他流了很多眼泪，都不让我看到我，他转过他的脸。那我就想可能是父神让我变得更加洁净，所以非常感谢，我觉得非常的平安。所以我就拿开手机接受准牧师的患者祷告，把手帕呢全身放在全身上，这样一边接受祷告一边幸福的微笑。那么我想这样的时间也是让我父神也是让我能够好的通过一次，我信心，因为我也是看到了，我们都看到了准牧师在成就海外圣灵会的时候看到那些见证者，我也特别高兴，心想呢我也一定要成为那样的见证者。想到这里呢我就非常的喜乐幸福。他一直在接受患者祷告，情况呢可以说是非常紧急。护士来了之后，凌晨来了之后呢，就对我们说你们要把家属都叫来，现在是要他要临终了。虽然非常紧急以至于要想到临终，但是他的心却非常平安。第二天正好是十一月份的恩高聚会的日子，那么现在看这种状况呢，要把家属都叫来，但是呢我现在还有意识，所以呢没有叫家属。然后呢到了早晨，教区长又来了电话说周五十一月二十五还有恩高聚会，你要出院的话你可以参加恩高聚会，如果你参加不了呢也可以用打开手机参加这个恩高聚会。我说我知道了。然后下午有主治医生来看到我，说是要我让我这个出院，因为医院工会有霸业让我出院。他当时呢是不能活动，要坐轮椅回家，不能活动，回到家之后呢不能坐起来，也不能没有力气。但是因为有植物代请引导的恩高聚会呢，说他要凭信心来参加，让我扶他起来。我参加恩高聚会的时候，李守正牧师在正道，那么通过他正道呢，我就感受到了他的心，他愿每个人都得到医治，愿得到应允，得到祝福。看到他这样的恳切的心，我流下了眼泪。然后当唱到起来吧，行走吧这样的赞美的时候呢，我就想我能做到的不是信心，让我做不能做的时候顺从了才是信心。那我唱赞美的时候，我对我的丈夫说要把我扶起来，后来突然从这个腰部脊椎里就出声，就出哒哒哒哒这样的声音。那其实当时在那空间的人都可以听到，这声音太大了，我也吓了一跳。然后突然弯的腰呢就可以直起来了，也消肿了。因为这瞬间发生的事情，突然确实就变成了正常人一样。这个腿也没有那么肿了，就消肿了。我在现场呢就是看到了这样的他的状况，然后他就立即走起来了吗？是的。我当时这样走的时候我就得到了医治。然后在十二月二十一号我去医院做定期检查，
那么教授看到我都大吃一惊，他说出院的时候你分明是坐着轮椅的，也不能走路，而且是肿得非常厉害，但是没到几天就这么消肿了，看到我非常的状态非常好，然后就对我说你不用再输血了，现在状况非常好，也不贫血。身体状况非常好。2月6号，我再次去医院，教授对我说，笑着对我说，以后就不用再来医院了。我想呢，这都是牧者的全能。看到一直来得一治的过程，我就想，如就是说，一般的博士，像一般的老大夫啊，就算是再优秀的大夫，也是一种有这个界限的。但是，我就想，如果不是神的做工，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真是在瞬间发生的事情。我想，这都是神的做工。他认为哪怕是小水云尽忠要成为教会的力量的朴一良确实的心，神悦纳了他，神知晓他的一切，于是神医治了他连他自己不知道的软弱的部分，让他心中得到了变化。他应感谢常常用恩典引导的父神的爱，今日也献上爱的告白。我恢复了许多，现在非常非常健康，现在非常健康，也能够去市场拎着重的东西了。父神的爱，主的爱，准牧师的爱，准牧师有多么恳切地为我这段时间为我做祷告，我非常的感谢，因此我要成为万民的力量，准牧师的力量，感谢大家。